我们就一开始他俩已经明狼了呀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做事情了呀。可以，挺大的。早就给他们下毒了，下次完了那个，主要是王看不会，我得教他。王看你是人吗？我什么意思？怎么说话呢？呜、哦！我这么大。谁虚的？谁刚虚了一声啊？谁虚了一下？上来就搞我，朱哥！我裂开我跟。赵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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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梅都叫了，把梅都叫了，把梅都叫了。先放梅。上把一开始就有问题，他们俩当明狼玩的，你们看，就他把船开坏了，他把船开坏了。那我是不小心开坏的。你不小心开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玩这么久，你能不小心开坏的？我上把谁是狼啊？丢丢，上把扔在地上就行了。我来加。猪哥，猪哥和咱俩走，咱俩走。和石七兽。OK OK。成长，你刚刚玩新手玩玩明白了呀？我们直接去找东西是吧？我刚直接找东西去。我感觉还可以。你学会了吗？我们快去找东西吧。等一下，我对我们要去找东西，我们要去找煤。这煤不对呀，这煤不对呀，少两个煤。谁没放煤呀？谁没放煤呀？我放了，放了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我都放了，都放了啊！这个你成长，你确定玩明白了？我刚带了一波青雨，青雨应该玩明白了。你很喜欢你带我，你不被人分尸了吗？我帮你报仇，你忘了？但是我当时被这一把这两个人打，从左边是吧？对不对？哎，这有问题哦！我跟你们说，很可疑，我感觉这俩人这边谁呀？下面就他们两个对吧？这两个人好像没有放煤，对他俩直接跑了。啊！我看到他们俩跑的，真的。那个狼能看到谁是队友吗？哎呀，狼可以知道是哪是他队友啊？可以的。嗯，威蓝色的就是。你说我没放煤，这个 pig 如果不帮我辩解两句，我跟你说 pig 就是狼了。pig 看着我在那扔的。他的地方的煤 ，AJ 可以下来找煤了，可以下来找煤了。OK OK。我这一把是什么角色来着？我这一把好像玩的不是那个啥。我要干嘛来着，兄弟们？我好像是个坏坏，我只用找煤就行了啊！不，我只用找图腾就行。啊？OK， 牛批了，牛批了！哇，那你这个好厉害呀、啊！你可以去偷听一下叉 D D 和他在干嘛、啊？我打不了怪呀、啊，很难受。为什么？废铁就能做一把，做个斧头就行了。OK， 团团，你不是给我你把你武器给我行不行啊？团团，青雨给我吧，青雨，三把我的武器给你了。我哪有武器给你？我就一把，我不要东西啊。这个武器你这把给我一把好不好？你给我个武器行不行？我上一把。青雨，新年快乐，青雨。橙子到底会不会玩呀、啊？他跟那边聊天呢、啊，我救命了！我给你一把，给你。对你整胜，哎呀！你带我去打行吗？行，你告诉我怎么整就行了，怎么做？拿煤。斧头的那个制作要求是啥呀？要木头，肯定要木头。有多的刀给我整一手啊！兄弟们，你放心好了。你们难道没有刀吗？我出来就有一把刀。他把我刀要走了。有人角色没有刀。哎，你们小心点。我爸是狼拿的东西吗？什么？啊我已经捡了两坨煤了，我真好，我等会儿就去开船，我太好了。看一下这个军械库密码，看这啥？军械库密码，对，嗯，4-5，4-5，记住啊，4-5，一会儿可以在船上拿那个武器。没事，我把他干死了，有钥匙吗？这，咱们这肉干吃可以吗？
什么肉啊？你别吃人肉，你吃人肉等会你就只能吃人肉了。狼肉，我刚杀的狼，我刚干死一。也不能生吃。动物油可以干嘛？动物油好像可以做肉，做肉。兄弟们，没有厨师自己可以做肉吗？他也需要有肉啊。这里有火炉可以做。OK， 我去做一下子。在这边就可以做吗？哎，我是狼人，我能不能直接吃肉啊，兄弟们？我能不能直接吃生肉啊，兄弟们？哎，他为什么拿个图腾？这木板。这工作台只是能做东西，不能做肉吧？这不旁边这不有个火炉吗？旁边火炉可以做。哦，哪有火炉？哦，这儿呢。可以吃人肉是吧？我。OK， 我把这煤给它烧了，不行。工这火炉要烤那么久吗，老铁？对呀、啊，这要烤很久哦。我要黑屏了，我要黑屏泄肉了，兄弟们！我要吃人肉了，兄弟们！啦！团狼出现啦！没有碳，兄弟们，给我来块碳，我烤不了呀。给我来块碳可好？啊，不需要碳，我可以直接烤。有好多碳。我把这两坨碳给它丢到一个地方去，哈哈哈哈，让他们这一辈子都找不到碳，丢到这个黑暗的地方。吃一坨人肉，哈哈哈哈。好黑哟、哦！哇，好黑呀、啊！这狼有点恐怖啊，这狼，我打得过不？啊！天哪！我差点被狼咬死了，没事没事，吓我一跳，这里面好黑。OK， 我来找你，但是我没有灯啊，只能摸黑进来，只能摸黑进来。嗯，我有一下，我有灯，但是我灯能量不是很够了。这有好多肉，我打了狼肉。OK， 我打开一下储藏室。哼，我真会演。拿一下这个煤啊，兄弟们。这个桶是干嘛的？煤炭桶，这有煤，这有煤，啊、这有煤，我捡不下了。你这有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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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捡拿不下了，兄弟们。Okay. 我拿了一个军靴盔。橙子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狼啊？是拿两个。我还能再捡一个煤，哪里有？我再拿一个。OK。这里面还有两个煤。我觉得我们四个应该都不是狼啊，确实，那他，我觉得这把应该是小叮当，应该是小叮当。我觉得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就是 AZ 跟那个小叮当，很有可能。是的。哎不是我，你打人就是你，就是你啊！就是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！你什么意思？害他，害他！别打你俩！看起来！干嘛呢？别打！我不管了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话说明白，有话说明白了，有话说明白了，什么意思？你出去说，出去说，出去说，出去说！完了，他是狼！他是狼！谁呀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害他！别动，别动，没听懂。干嘛？团子有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有团子问题。我有枪呢啊，我有枪呢，不要随便动我。兄弟们，他有枪。团子。好了，是可能团子是狼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我不是，我们之中有一个是狼，我看到好像是青雨。我不是狼。那为什么突然有人打我们呢？我一直没打架。青雨五现在有血，老铁，我一直没打架，他俩是狼，直接上，真的，他俩是狼，真的是，开枪了，不管了，
哇 ，nice nice nice！ 我的天哪，我裂开！我的天哪，一度打脚不能走，你干嘛打他呀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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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误会咱俩了，请你再我们要被冻死了，我真不是了，我们要被冻死了，我不是了。团团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应该救他俩了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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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威是技能，不是砍人。我们狼是不用砍人的，我们是放技能干扰别人。有一个技能是隐身，有一个技能是放烟雾，还有一个技能是招食尸鬼。喂，你还在吗？对，我被抓起来，你有钥匙吗？能救我吗？青雨，青雨是狼，青雨是狼，他刚刚直接在洞穴里打我们，趁我们冰冻的时候打我们，我裂开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救你。啊，还好你有钥匙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等一下他们回船的时候小心点。我跟你说，除了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他。对，这是我。谁死了？这是你吗？是的。谁死了？谁死了？我死了，我死了啊！谁死了？青雨，青雨是狼，青雨和那个，青雨和那个，和那个，那个谁是狼？他们两个在那个洞打我，我和橙子，橙子淹死了吗？橙子，拿枪贼无敌，我的天哪！直接 OK， 直接，因为他们是拿枪的，很猛。好的好的，我麻了，我麻了，我先放个人出来，我先放个人出来，这谁？这谁？橙子吗？这橙子？我就加没了。这是我，这是我，这是我。我刀怎么收起来呀？我怎么收得了？他直接把我引到山洞里，我天，一枪一个小朋友，人枪这么猛吗？我当时对傻了，老铁。直接两刀被我们砍死了。绝了绝了绝了！我真的麻了麻了。谁能救我一下吗？我东西也没了吗？我带了八块钛也没了吗？我死了钛也没了吗？是的，没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那他们肯定不会。谁救一下我呀？谁救一下我啊？好难受。没钥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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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钥匙。你等会儿，唐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去搞点啥，看能不能救你。我等会儿吧，太惨了。直接我跟你说，等一下看到他们，我就要干他了。我要去做把枪，太猛了那个枪。猪哥怎么又要修船？不是不是，这个不知道为啥。为什么没钥匙救我呀？我感觉我等我拿过来，我也不下去了。团子和橙子是狼，团子和橙子是狼。我知道没有钥匙，没有钥匙，先修下船行吗？哎，我没有木头。不要相信他，我真的，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。你还演青雨，你演得好啊！你另一个队友呢？我怎么跑，兄弟们，我怎么跑？你俩真菜呀，你俩。左键直接走，先手偷袭都没打死我们。王刊，你都鸣狼了，你还回来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不说你狼。暗 C，、哦、我不想暗 C， 我再演一下，兄弟们。团子和橙子是狼，真的，团子和橙子是狼。演坏了，真的，你们两个，一个拿那个枪，直接两枪给我们喷死了，还好意思说？怎么说？太能装了！真的绝了！我觉得打了吧，把绳子打了。直接把他给打了，我忍不了了。能救我一下吗？还有钥匙吗？看了身上有没有骨头？你看我这样子，下次会骗人的吗？啊！看了身上有没有骨头？看了身上。他们就是会的。我的包，我的东西都没了，我捡了好多煤。反正你在哪里？他这个是你吗？我想去把我的武器捡回来，我想去做把武器。这是我，这是我，哎，这是团团。我想去做把武器。哪个是你团团？我可以救你团团。我已经活了，我已经活了，先救我了。青雨是狼，我尸体那里有三把钥匙。青雨是狼，青雨别演了，青雨。我屁的狼，我真不是狼，小叮当。你这个大狼，直接杀了他，把不管不管他怎么样，先把他的枪拿了，他那个枪，把他杀了，把他的枪拿了，就是狼，没有天理了。我带了一堆东西，铁狼铁狼，回来就把我给弄死了。你觉得我可能是狼吗？啊！快兄弟们，你们辩论一下，能救下人吗？兄弟们，不是，我去咋样？你们仔细仔细想想，仔细想想，你看他两个跟我打是吧？我现在打枪的人，他们打不过我，那肯定是他们得先进来呀，是吧？那打不过那不正常吗？对不对？我根本就没有打好吗？你直接给我一喷，我就死。他们肯定是打不过我，他们才进来的呀！想一想嘛！我的天，我绝了，我绝了，绝了！
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团团。我们熬，我们把你们引到山洞里。嗷嗷坏，真的嗷嗷坏。他俩死了之后还在那互相埋怨呢。他团子说：“橙子你真菜。”我俩这么强，怎么可能互相埋怨？老铁，真的，我包里不能走了，要继续去演。烧煤呢，真的。你们不捡煤了呀，兄弟们？你让他好好看看。我绝对有，好吧？我带着煤，我回来烧煤呢，不是。他带的煤。兄弟们，我先跑了。哎，你这就。这什么幽灵行走？怎么放啊？哎，我怎么放不了啊？我怎么这两个都放不了？我只能放食人魔攻击。我可不可以放点别的高级的，兄弟们？这咋赢啊？右键？是右键啊？我是不是没升图腾，所以我放不了？哦，那我还打得过人吗？问题是不行，我得吃肉。等一下哈，我先吃个肉，别慌。哇，我太猛了，这没了。啊，没图腾啊，没图腾，图腾怎么做呀？先吃个肉，爽一下。得做图腾啊，得做图腾，没图腾，没图腾啊，我现在武器都没了，真讨厌。按 Q， 把这煤捡了，然后给它丢掉。Q， 造萤火，造图腾。怎么造啊？这也太难了吧。橙子你在哪呀？橙子，橙子能不能过来救救我？橙子你在哪？我一个人好难过呀，我好难啊，我在哪找这么多物资呀？没事，我很强，兄弟们，我就当一头野狼了，兄弟们。暗威还可以透视吗？这是我好像没啥用啊，暗威这是可以干嘛？他们好像都在船上，我要冻死了，兄弟们！不行，我要回去，死之前我再演一首。不行不行，我活不了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放弃了。我们死之前我们也要演一首。稍等一下啊，我先回去。等一下我死，我已经死了。为什么偏偏我的队友是橙子呀？这怎么活呀？我死了！我不，兄弟们，你们在哪？我找不到船了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有人救我吗？我冻死了，我冻死了！哎，我血不是还是满的吗？我还能活不？有人救救我吧！我要被冻死、饿死啦，兄弟们！我第一把当狼，救救我！我被冻死啦！我被饿死啦！我第一把，我这是第一把当狼，我还不知道狼的操作是什么。
我不知道这个做这个东西还要木头什么的呀。快搞一个钥匙去吧，先。我有一个破船，破船上有我给我的包。我还能跟他们讲话不？我还想留个遗言。里面有好多把钥匙。我看看。来，团团，你这种当明狼走了，你知道吧？已经走了，没回来了。他把你暴露了，他把你卖了，对吧？就你不要再装你是狼，就赶紧开心跑了。我不可能，我不可能。确定？我说实话，给你三秒钟，我的。你这样。你现在枪已经瞄准了你。掏出来，我开技能，我们让你跑，不打你。我可以把我所有东西都给你，我是死了，我不是狼，走了，我是死了。然后直接拖到右左边那个就跑了。对，哎呦我操，古刀的头上兄弟们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我要笑尿了！我要去尿尿了！别上去了，等。我没有。赵凯。不行了，我要尿尿。我没有，加没去了。呀，回来了！又回来了！没有，居然整错了！有人看，这是救我的吗？我去！有没有？我活了，牛逼！有没有吃的？有没有刀叉？啊，我有！你在哪儿？我上船来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船上。好，给我一块，给我一块呗，一人一块。好。没毒吧，星安？没有。那玩意能下毒吗？我来一个。OK。星安能有刀吗？做一个遮缩把斧子啥的呗，星安可不可以？我做不了，我要做吃的，然后你就吃啊、哎、你整点武器啊、哎、咱要出去还有吃的吗？出去狼自己冻死一只没事，兄弟们再来点我去找吃的。我找武器。我先进来，谁能分我一把武器啊？我感恩戴德。谁能分我一把武器？我感恩戴德。兄弟们看别人菜。哎呀，我能跟他讲话吗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腾腾，喂，你能听到我说话？你知道我怎么死的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怎么死的？我知道你怎么死的，我看到了。给你把我供出来了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我没有，我的天哪！我本来想自己出去发育的，结果我自己把自己冻死了。哎呦，我傻了！那个什么 C， 我直接我就把斧子掏出来了。是的。我麻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我们两个可能会扶上贵客的两头狼吧。咱俩这就没有咱俩事了是吧？这就是。是的，我们俩没有什么事了。好像，而且他们好像听不到我们讲话。哎呦我的！哎，不是啊，我就想请问，为什么是我们俩是狼呢？我当时看到你说我是既开心我是又难受啊！我本来就不会玩，我的天哪！我也不会玩，我跟你说，而且我刚刚去那个山洞里面，我就去琢磨怎么样升级嘛。他还需要做那个篝火，然后篝火需要四个木板，然后加上别的什么东西，还要火药，然后才能有篝火。然后呢，再就是更新图腾也需要很多东西。然后我直接就不想找了，我给我自己放弃了。
反正很复杂。我刚刚当时我一直在跟你对话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在跟你说话。没有。我在跟你就是发动那个攻击的那个讯息，我发给你，我可不知道你有没有 get 到我的点，我差点给你发微信。我们当时就不应该。为什么我那个古刀打不死他呀？那个古刀是放技能的，你个呆儿。那怎么打？就正常拿武器打，那人多少血啊？我打他那么多下，他都不死。不能用人打他，我们要放，就是我们要先去造图腾，然后升级我们的技能，然后我们再放技能干扰他们。拿什么造图腾啊？木板和别的东西好像。我在工作台上没有看到造图腾的东西。你要把那个，就你刚刚在他们三个人面前掏出来的那个东西掏出来，然后按出右键，然后按出右键就有三个技能，一个是跑很快隐身，还有一个是。就是一个是就放那个鬼，然后一个是放烟雾，然后呢你再按那个无一还是什么键的就可以造那个图腾，然后你需要在里面放木板和骨头。图腾会怎么样啊？咱们要造多少个？就你造的越多，你造的越多你就升级，你就升级的越高，然后你的那个鬼招的鬼就越牛逼，然后你的技能 CD 就越快。基本是不会说用最愚蠢的方式去和别人肉搏，我们要用就是暗地里搞操作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而且甚至于动手是最蠢的，而且甚至于我们都不用跟他们演戏，他们也会打死我们呀。但是我们就会干扰他们，就比如说他们一白天我们就给他放物让他出不去，对吧？所以就说我们一开始可以出门就直接逃跑，就完全不和他们交集。有很多他们会玩的都是这样玩的，但是我们就是遵随着狼人杀的基础原理嘛，所以我们就会跟他唠，跟他演戏。我们还在演戏。对，我们就是比较有效果。谢谢老公的飞机。太干拔了，没事。对，其实我刚刚就不应该走，我就应该跟你继续演到底，因为很明显查理已经开始怀疑他们了。你知道吗？对，他相信我们俩，咱俩一看就是新手，不会撒谎。对，可惜啊。那下次如果我们再当狼怎么办？下次当狼，那直接就跑，好不好？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了。不行，我也是第一次当狼，我才知道原来做那个图腾要那么多材料。我以为你在那个山洞里是假装看不见的，我以为你是故意想把他们都引过去，然后咱俩一起把他们双双干掉呢。我是真看不见。我在他妈了！我说我团长这一波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我必须得配合把他俩引进去。然后我看你打了，然后我看你打了，我就说不行，那我也得打了。但是我发现我根本打不过那个逼，有个枪。为什么没有伤害啊？他有枪，他掏枪的时候，我当时这个人我就好后悔，我为什么要动手？那我们现在干嘛？我当时我不知道，其实他自己估计也不知道他有枪吧，他都打了半天他才说我有枪。没有，他应该是那个英雄的那个枪很猛哈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去偷听一下。我们只能偷听了吧。对啊。好垃圾啊咱俩。哎呦，太垃圾了。怎么办呀，我们俩好可怜啊。太菜了，咱太菜了，我的天哪。我们现在还能放技能吗？我好像再放个技能哦。你看你现在死了之后右边是有个威，你看没有？右边那个威，对，我看到了，但是威是透视，然后 C 是掏出那个棒子，然后就可以放三个技能，你懂吧？啊，这是活着的时候的技能呗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资格放了。哎，咱是狼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吃人肉啊？一直。对，我们不需要找肉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吃人肉，生的就行。哎。裂开，没关系，下次就懂了。下一次我们直接饿狼出血。下次我们、下次我们当狼的话，先把青干掉。看这是谁？不知道，这就是刚才拿弓箭射我的这个老铁。不是吧？他怎么这么猛啊？他连打狼就两箭就射死了。而且他，你没有发现他都根本不需要睁眼，看到没有？确实，他你不用。确实啊，他都不需要睁眼、啊、他都把眼睛挡掉了，他就是隔着两箭就死了。他不会知道他在身边吧？他怎么这么、啊、应该没有，应该不会吧、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阻碍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他们现在很无聊，因为他没有狼了之后，他们现在其实很无聊，没有我们过的自由，你懂吗？我们现在想去哪就去哪。
走，换个地方。走，去看看那两个人在干嘛。看这两个鬼，他俩在说话，还有说有笑的。真的是，他们还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了，到周边了呢。看看他们两个在干嘛。来吧。他们两个男的到底有什么好聊的呀？每天一把没一把就抱团，有什么意思呀？给气的这两个人。确实，他们两个有问题。我上两个桶，里面都塞满了。他们俩还选择，他们两个选的还是这里面最好看的角色，一个男一个女。但我没夹子了，没工作台。没夹子就好啊，没夹子，没夹子就你就给我冻死吧你。都死吧，都死吧。都给我冻死，饿死在外面。都给我死死。去看看，去看看菜鸡青野，去看看菜鸡青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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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走了。走。我们现在直接可以跳楼，我的天，好爽啊！我看哪个是青鱼，幸亏说话了。哎，我看看青鱼在干嘛。青鱼长啥样啊？错了，我做了炖肉。好的，好的，回来了，我要饿死了。对，你叫王康，我叫王康回来，王康在右边。都饿死啊！你喊喊他回来。看青鱼在干嘛？青鱼什么事儿没干？青鱼像个混子，啊，我真的。青鱼就是个划水摸鱼的选手。青鱼就搁这个厨房，然后等着吃。来了来了。哦，不是这个，这是青鱼吗？这个，不是青鱼，这光头不是青鱼。这个人长得有点像我叔叔。走了走了走了。汉北吗？真的，我叔叔长得就那个样。你叔叔好，看着好凶。这个是不是青鱼啊？后面这个拿木棍子的。这是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啊。干傻傻的，一般最傻的。他怎么不讲话呀？在厨房，快做完了，在。自闭，咱俩一死，他没唠嗑了，你知道吗？确实，他好孤独，还不陪我们一起。傻他俩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游戏的乐趣所在。对呀，把自己的好朋友给杀死了。对呀，他杀死了我们，他不快乐了呀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你跟他动手了，看到没有？看才多久？那个对手。他现在还要，他现在没有人给他吃的，他好可怜，他只能在后面乞讨。真的，如果我们在的话，我们还会分他一块人肉，对吧？对，那肯定的。我拿两个，我斧头都给他了那一把。对，两个够游戏结束了，跑走了。谢谢 Miko 订的飞机，谢谢 Miko 订，谢谢。没有味道。哎，这是好了吗？啊，对，好了好了，你拿两个就行了，里面有两个，你拿两个。谢谢 Miko 订的飞机，谢谢我 Miko 订。我就给他们送冻肉，给他们现在真的很无聊。我们出去探索世界吧，走，我们去探索世界。我们熟悉一下地图。还有多的吗？我们熟悉一下地图，哎。行，我再给你走出去。你听到没有？青雨村，青雨在要，他在要肉。哎呀，是的，真的可怜，还需要这样委曲求全。走吧，我们去。你不要爬山吧，他那。他们两个在干嘛？我们去看一下，我们去熟悉一下。好像好人是有需要有一个任务的，你为什么可以加速啊？按 shift 哦，我跟你说，橙子，去山洞里面还可以唱歌呢，里面有自带混响。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？去不去？那个山洞里面还可以唱歌，你要不要可以去练习一下？山洞里面唱歌？对。刚才你站的那个有混响。哦，你看他在干嘛？他自己在外面，他都不需要回家了。他为什么还可以做篝火呀？他东西多呀，身上。这人是个睾丸。睾丸，对，确实是睾丸。走进去看一下。看看里面那个。哇，他都到这么里面了，晚上可以不回，可以不回船吗？作为人的话。Hello。Hello。这里。喂喂喂。我跟你说，他抱着这个炸弹，他抱着这个炸弹，他要去把那个冰块炸掉，然后就赢了，你知道吧？给我吃了，给我吃了啊！是不是可以炸船嘛？我们可以抱着炸船嘛？可以，我们可以，就是我跟你说，等他们抱这个炸弹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开那个隐身，开到他附近，然后直接刀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炸弹是不能颠簸的，颠簸了就会爆炸。那我们也会被炸死啊？哦，对哦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可以远处拿枪，对，我们可以拿枪射爆他的那个炸弹。啊！所以说狼人的玩法很多的，只是我们太蠢了。咱俩太菜了，糖糖，咱俩是最菜，史上最菜的两只。主要是我们不知道玩，如果青雨当狼，他也一样。他们还欺负我们。对呀、他只让我们套暗飞，我们就暗飞；让我们暗 C， 我们就暗 C。对他们也不教我们。对。这是属于降维打击，都炸死，都给我炸死！
全杀完，我绊他，绊他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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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很能吃都。真的，我跟这种局玩给厨子，我跟你说全死了，跟你说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到这种时候他们搞这种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招那个食尸鬼，然后去砍他们，你知道吧？食尸鬼是也可以为我们效力，干他们是吧？对呀，我们小兵啊，食尸鬼是我们的小兵啊。那我们怎么造呢？需要东西，图腾是不是？就是那个我，就是我们那个手里的那个刀。你还没石头了。可以，那就随时随地照，无限照，不是很冷啊？就是有 CD 的，然后我们升级了图腾之后 ，CD 就会越来越短。你们刚才怎么不照食尸鬼和他们打呀？我们刚才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上来就砍他。你现在不是知道吗？我一开始我是刚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！我旁边一直有人，我总不能开麦跟你说吧？没有，我的意思，我们都打起来摊牌的那会儿，在那跟那二 v 二的时候，你咋不照啊？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造。那你现在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刚一个人独自出去的时候，我看了弹幕，弹幕告诉我怎么造。哎，我是。哦，那好吧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他俩放弃了，他俩死了。为什么？他俩殉情了。哇，他俩好浪漫，我的天。我希望这个人冻死，我希望这个人冻死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冻死他，冻死他。他们好多篝火呀！喂，你去哪了？我在你身后，我去看他俩尸体了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他们是要死了吗？然后就直接死的？他俩已经死了，他俩已经死了，他俩感情很好。他们两个太离谱了，他们两个。你看他们没有？这是他俩的尸体。他俩能听到我俩说话不？踩死他们！那个感觉也不得行了呀，他好像走不了几步了。对呀，看来人类也不是多团结嘛，留个孤儿。对呀，而且人类的话，他们很难，他们要做很多任务，我们狼人就可以慢慢发育。对，我们下次不要急好了。嗯，下次根本不急。对，下次长短，如果你是狼的话，你偷偷告诉我，我加入你的阵营。如果我是狼，我告诉你加入我的阵营。我信你个鬼！我如果我们下次我们两个还是狼，我们两个就这样，我先把计划说给你听，好吧？如果下次我们同时还是狼的话，我们两个一开始就先不着急，不要离开那个地方，不要做他们怀疑，我们先在外面做一把武器了之后，我们再出去发育，就先回一天家。武器是什么武器啊？枪吗？枪很难做。做一把刀呗。长刀。斧子吗？嗯。继续说，然后呢？先做把武器，然后呢？然后第一夜我们就先回家，然后呢？回家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如果在路上看到煤，我们就给它拿着，然后我们把它丢到那种犄角旮旯里面，不让他们捡到。然后我们第一夜回家，然后我们把骨头和木板全带着。对，然后我们回家做一把武器，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走，然后我们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咱俩不会死在外面吧？不会，找我们和找我们就是一起走就不会。行，可以。可以，这个计划听得不错。嗯，很不错吧？但吧，如果咱俩要不都是狼，有其中一个人是狼，在第二天走了不回来，就是基本就知道对方的计划。那也无所谓了，因为已经明狼了，第二夜就明狼了。你看，他们已经把那个炸掉了，炸掉之后他们就再收煤，然后开船过去，他们就赢了。他们也要很久啊，他们就我们死了，他们好像也不是。非常简单，也要过很久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他俩死了可以复活啊！他俩所以说他们还没死过，只是为了快速回家。对。啊，哎，我去上个洗手间啊。去吧，去吧。对，先把武器库里面的武器骗到，先把那种武器库里面的那个东西骗到，骗一把。然后就走，可以，下一次玩狼我就会了，下一次玩狼兄弟们，哼，就真正的是一个嗷呜猛狼，可以下毒然后跑，但是要是厨子才能下毒吧，而且很麻烦，我还没玩过厨子呢，又是我新的未知领域了。
把我毙四郎。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怎么玩了，下一把我毙四郎。我就在这边看着他们，就算他们离开这里还会受到更多的磨难，他们永远也没办法离开这片海域。哼，我如果不是那个职业厨师职业我也可以下毒吗？他们没讲话，他们真无聊，失去我这个小可爱他们的游戏都不快乐了，他们真无聊。喂青雨，喂，我来找你们了。开到头就没了呗。你能听到我讲话吗？赢了，赢了，就这样，整个流程就可以。可以，我来了。你看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你看，你杀了我们之后，哪怕没有狼，都没有人保护你。会了。你还是得死。你为什么动了手？主要是我在想，我没有动手，是橙子动手的，他现在动手打你的。不能理解。然后你在旁边帮忙来着。开局的时候我在。那我是迫不得已啊。该扣吧。我一那个出去的时候，我跟那个团团、橙子还有青雨，我们四个人，搁那站着没动，然后突然还在讲我坏话，哎，还在讲我坏话，当时还不知道咋回事呢，他被你抢上了，好啊，大男人背后嚼人舌根子，然后动手了，好，抱我，再说，现实我怎么抱你？不，我们只玩网上的，我们只玩网上的。你俩狼有点聪明啊！我操，我这么相信你，小团子，你这么骗我！我靠，我以为小团子呢？我再跟你们说一句，我不是自己出去发育了，我是在外面冻死了。你这么骗我呀、啊，小团子？我没有骗你。你搁那诬陷实习生他们？冻死的，有人不信我、啊。我是在演戏，没这狼人杀游戏不演戏没意思了啊、哦！确实，给你一点挑战吗？对不对？我信了，是不是人不但不信我，还把我给杀了啊！我不说是谁，我没杀啊。那我没杀、啊，我没杀。他弟弟开的枪，就我开的枪了。卡卡卡卡卡卡，就我开的枪了，是不是？